第四十六章，既然第一场雪落了，迎春节便也没多久。说是迎春，其实迎春节定的时日还是寒冷的冬日，不过是冬末春初，雪都差不多化了，在日光下懒懒的散开，变成长缓的水波。梅花开得很盛，红色一片片点亮了整个西安皇宫。雪融入之后。 便有种玲珑剔透的美，迎春节便在这样的嫣红中来临。而在迎春节来临的第三日之前，西阳宫里来了一位东园故人，袁玉。袁玉会来让我颇为惊讶，毕竟东园国并没有迎春节的传统，他应该没有时间才是。袁玉在御书房里和我见面，行了个礼道：“西皇。” 我这次来是来见皇后娘娘的，我道：“嗯，做什么？皇后娘娘在内宫之中，你二人不方便见面。原到”渊玉道：“皇上，您别误会，是太后和东帝让我来的。西央一年一次迎春节，据说都是要放福灯的，东帝特意让人制了一个特别的福灯送给皇后娘娘。” 既是对皇后娘娘的关心，也是代表两国之间的和平。我点头。那东帝和太后也真是有心了。你等会儿，我遣人去把吴敏君叫来。吴敏君大概是在睡觉，懒洋洋的，一脸不耐烦。看见袁玉，他脸更臭了。我对他使了好几个眼色，他也干脆装看不见。 袁玉对吴敏君行了个礼，吴敏君随意应了一下，让他起来，便没骨头似的坐在我身边，对袁玉道：“听说，皇帝和太后，呃，带了，呃，带了灯给我是吧？啊，给我看一看吧。”见了吴敏君如此敷衍的态度，袁玉大抵有一些难过。袁玉难过，我也没法。 但乌敏君这样，却显得长衣公主对故国毫不上心。我暗暗掐了他一下，乌敏君几乎跳起来，而后皮肉笑肉不笑的对袁雨补充了一句：“哈 <laughs>，啊，真是太感谢了！”哈哈。有人拖了一个漆红圆桌盘上来，上面立着遗物，盖着黄色带流苏的布匹。 把布匹掀掉，便露出一盏玲珑剔透的福灯出来。那福灯模样极好看，描金画银，外罩璎珞。灯上绘的是西洋与东园交界之处的山川景物，栩栩如生。灯中的松香散发出淡淡的香味，若是点燃，就可送这盏灯上天际。在迎春节那日，仙国的天空会被许多这样的福灯给充满。 想必一定美极了，我看到这个，觉得皇帝和太后始终还是上心的，于是有些高兴，对元玉道：“啊，真是好看。”吴敏君却皱了皱眉头，道：“会吗？很一般嘛。”相国话还没说完，我便暗暗掐了他大腿一下，吴敏君只好假笑，转口道：“那、啊。” 嗯，西、uh, 国其实也未必造得出来呢。<laughs> 元玉笑了笑道：“啊，西皇和西后喜欢就好。”我忍不住问元玉道：“对了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还没想过要成家吗？”元玉，啊，大概是被西皇突然关心起私生活，有点让人不好意思。元玉露出纠结的表情道：“哦、啊。” 呃、嗯，现在东元国百废待兴，身为大将军，我要做的事情哎不少，成家之事还是暂缓。嗯，那也是，不过成家立业，男子还是应当先成家。袁玉表情复杂的看了一眼吴敏君，道：“是。”吴敏君瞥见袁玉的眼神，狂翻白眼道：“看我干嘛？” 本宫已经嫁人了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比较好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拍桌道：“皇后，你怎么回事？”吴敏君今早来之后态度就怪怪的，仿佛被人侵入领地的野兽，一脸不耐烦又蓄势待发的模样，看起来非常之不友好。吴敏君懒洋洋道：“啊，我没怎样呀。”吴敏君嗤笑一声道。 我平时也是这样，怎么不见你发火？今儿个故人来了就不乐意了，我真是莫名其妙的，什么东西！我忽然看见一脸呆滞的袁玉，想到他大概比我还莫名其妙，于是敛了怒气对袁玉道：“啊、哦，这福灯我们都很喜欢，你回东元国告诉东帝和太后，说多谢他们。”好。 我怒气冲冲看了眼吴敏君，心里烦得很，但细说起来也的确不知道自己是在烦什么，只好道：“皇后，你回去吧。”我不敢让他和袁玉再说话了。吴敏君随意应了一声，表情淡淡离开了。袁玉望着他，露出无奈的表情。我对袁玉道：“皇后最近心情不好。”袁玉却反倒责怪的看了我一眼。 西皇，您实在不该随便对西后发脾气的。我，气死我了。愿月送来福灯之后，没一会儿就又赶回东园。我溜了他一会儿，他还坚持要走。不过走之前还一直叮嘱我说：“既然西后最近心情不好，就该迁就他什么什么的。” 我简直想把圆圆的脑袋埋进雪里。圆一走后，便是迎春节。迎春节的庆典在夜晚举行，但那日全国休假，皇帝自然也不必早朝。我睡了个懒觉，爬起来一看，却发现，居然又下雪了。才融雪没多久，居然又来一场雪，而且这雪还颇大，真是让我感觉莫名其妙。 吴敏君倒不是很惊讶，说：“这一般就是最后一场雪了，看似很大，但雪也积不了太厚。今天下一天便差不多了，后日也许又会出太阳了。我不如吴敏君了解西洋国的任何事物，只能表示理解。不过下雪也好，这样晚上迎春宴时就又有更多事情玩了。元玉之事我非常之不痛快，但元玉走了之后。” 吴敏君又仿佛没事人一样，和我嬉笑起来，一如平常，不见那日的懒散和敷衍。我左思右想，觉得大概是袁玉会令他回想起那次被强吻的经历，所以导致他非常不愉快。我把这件事告诉吴敏君听，吴敏君只冲我神秘莫测的一笑，笑得我是心惊肉跳，但其实我是记得的。 这世界上还有个词叫吃醋。然而吴敏君吃醋，这真是太让人难以想象了。尤其另外两个人，一个是源于，一个是我，我实在不敢多想。迎春节白天，我与吴敏君都有些无所事事，雪又没完没了的堆积起来，堆雪人不大方便。何况上次堆过之后，吴敏君便兴致缺缺了。 我再怎么强迫都没用。吴敏君发明了个游戏，我们二人面对面坐着，一人心里想着一件事物或一个人，然后另一个人来问问题。被问到的人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，或者毫无关联，然后看谁猜得出。猜得出的人可以让被猜出来的人做一件事情。 我想了想，表示同意。乌敏君先开始。那是不是人？是，是男人？不是。啊，uh, 是女人？不是。我顿了顿，道：“是宫中太监。”哼，不是。我更加疑惑道：“那人，我是不是不认识？”不是。 我认识的不男不女，而且不是太监的人，我哪里认识这个人啊？我不解道。啊、好了好了，我认输，哪有这个人啊？吴敏君淡淡道：“眼前我们不就是吗？”我道：“怎么能这么说？你是男子，我是女子，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吗？”吴敏君指了指我道：“哼，可这身子是男的，内里却是个女子。” 我这身子是个女子的，但我自己又是男子，究竟是何性别？谁说得清楚呢？说罢，他冲我挑眉：“长薇公主，您贵姓呀？”吴敏君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完全没法反驳，只能咽咽道：“啊，那好吧，你要我做什么？”吴敏君懒洋洋往床上一躺，背对着我了。啊。 帮我揉肩吧，我道。你这个完全可以让下人帮忙嘛。认命的伸手帮他揉肩，我想，我也要想个他猜不出来的东西。过了一会儿，吴敏君说可以了，我便又和他面对面。这一次换吴敏君来猜，那个是人吗？不是。嗯，那个是动物吗？是。哼。 我的坐骑黑木，呃、啊，你怎么就猜出来了？我略有点崩溃，这也太快了吧？吴敏君淡淡道：“太简单了，我前面问了你人，你肯定会挑别的。既然是动物，你知道的动物更加少，只有我的坐骑黑木。哼，太好猜了吧？”我无语道：“那好吧，你要我做什么？”吴敏君懒洋洋往床上一躺道：“啊。” 替我捶腿吧，我认命的伸手帮乌敏君捶腿，捶了一会儿，乌敏君说：“好了。”便是我问他，我道：“是人吗？”乌敏君道：“不算，不算。”我哆哆嗦嗦道：“那，是是鬼？”乌敏君道：“哼，不是，啊，呃，不是神鬼一类的，不是，呃，是动物，不是。” 花草树木，不是，呃，鱼虫鸟兽，哎呀，不是，我无语了，什么都不是，那是什么呀？哼 <laughs>，你要认输？我想了想，道，那个东西，嗯，是活着有生命的吗？是、啊，那我就真的猜不出来了。我道，哎，我认输，是什么？吴敏君笑了笑道，哈哈。 是平阳肚子里的孩子，这也太刁钻了，哪个人能想得到呀？我说，说吧，这次要我帮你捶哪里？我真心希望他让我帮他捶脑袋。乌敏君劝道：“先跟我去外面。”我不解地跟着他去了外面。乌敏君左看右看，最终找了块地方道：“在这里挖个坑。”我怒道：“徒手让我挖坑？” 当然不是徒手，你随便找点东西来挖，然后盖点草和雪。天空中还飘着鹅毛大雪，我气不打一处来道：“就算现在挖一会儿，也会被雪盖个严实了。”吴敏君若有所思道：“嗯，那倒也是。啊，你去弄点水来，先挖个小坑。愿赌服输，我指明认命的，偷偷摸摸的找了把铲子。” 挖出一个小但是很深的坑，然后把河池里的水弄了点到这里来。一开始吴敏君在旁边悠悠闲闲的，最后见我很累，就也来帮忙。我真不知道他弄这个干什么。